今年首波梅雨封面报道，大雨狂袭西台湾，气象局提醒下周还有一波。民进党总统初选时程，中执会要等到5月22号才会定案。中国制造2025被美国视为盗窃技术路线图，外界分析这意味美国对中共的调查将摆在全新高度。日本德仁君王今天继承父位，而私底下他们父子两人其实都是超级学霸。更详细的新闻内容，请锁定新唐人亚太晚间8点新闻。